对呀，阿姨，我跟思燕哥已经爱慕很久了，阿姨求求你就成全我们吧。百亿订单，裴思燕要飞黄腾达了，不行，我得抓住裴思燕，她必须离婚。大小姐，事到如今我就不装了，对，我就是林家千金。李宁，我的宝贝儿，你真是南城最高权威，第一财阀家族的林家千金。思燕哥哥，我之前一直隐瞒你是因为我在考验你，现在你通过考核了，我才让我哥林怀州把百亿订单送给你当做补偿。你不会怪我吧？哎，怎么会怪你呢？玉宁，你和我儿子呀，那是郎才女貌，天生一对，我这当妈的呀高兴还来不及呢。你说百亿订单是你哥促成的？对啊，不是我哥那都是你哥。哥什么时候多了一个你这样下贱的妹妹？就你这种低贱的下等人还敢在这里口出狂言肆意造假，真是不知廉耻啊。再敢对我们家雨宁不敬，小心剥你一层皮。妹妹出事了。